啊，谢我公主的飞机啊！谢公主啊，谢谢啊！谢公主两个飞机。谢公主，谢谢。谢了两个大飞机呀，谢谢。公主人大气啊。好看吗，公主？这个颜色好看吗？感觉我公主的荧光棒好看，不要敷衍我，不要敷衍我，真的好看，假的好看。对，我染头发了，染头发了，染头发了，真的好看，我觉得站起来更好看，站起来更好看。哎，真的站起来好看很多。现在可以露腰吗？站起来会好看很多，金毛说。金毛丝袜，哎，这可不可以露肚脐呀？收一下腹，收一下腹，挺好看的。我舞蹈裙怎么进啊？一个飞机进啊，一个飞机，巴啦啦小魔仙。我朋友说我变成巴啦啦小魔仙了。很好看吗？感觉梦哥荧光棒，欢迎梦哥。我小心点，应该没事吧？穿这么严实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嗯，是不是？穿这么严实会没有关系的。查的更严，他们不是我看我们的舞蹈群有说那个，正面的舞蹈就没有关系，不要屁股对着镜头就还好。不觉得换了个风格了吗？我觉得挺帅的，挺洋气的。感谢一中人的大气，谢谢。风刷的欢迎空门的伦伦，欢迎伦伦哥。人都换了，对。我今天染出来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理发师说我是长沙 Lisa， 长沙的 Lisa， 他说就缺个刘海了，就缺个直刘海了。还要剪个刘海像，除了脸有点小之外。欢迎永恒的时光部落。可是我的头发是接的，然后这个接口会在外面。叫你意中人哥，你明明比他小，你多大呀？是好像 Lisa 啊，真的，其他地方也很像吗？没有腰，没有 Lisa 小，没有 Lisa 细啊！我的腰还是比 Lisa 腰要粗很多了。要谢谢呀！欢迎欧亚哥。人都换了一个了。
杨庆的头发不好吗？能不能不要像土狗一样欣赏那些什么黑长直啊？其实这种头发也很好看的。欢迎三分之二。对，因为毕竟脸没有变，只是发型颜色变了。噔噔噔，欢迎明天的美好，欢迎哥哥。当，欢迎白熊，欢迎夜雨哥，晚上好。特意的风格差一下，其实我直播的时候穿那些衣服，我更喜欢就是像我这种穿衣风格，我更喜欢这种风格，我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很休闲。这个发色，对，刚染出来有点头发发质不太好，这发质有点那个，有点干枯，感谢浅笑的关注。欢迎稀饭哥哥。已经过了喜欢染发的年纪了，其实夏天染头发的女孩子还是挺多的。我在理发店，他们还有女生愿意为弄头发弄到三四点，凌晨三四点。欢迎好久没吃饭了。怎么换了个颜色？我好像直播从来没有染过头发，然后想试一下染头发是什么感觉。可能你们第一眼看会觉得不习惯，因为毕竟是通过电脑看，会不习惯。等习惯了就好了。谢谢夜雨哥的浪漫花束。现实我觉得比上镜要更好看一点。有点发质不好。欢迎宇宙至尊。我就大晚上开播给大家，为了看一下，然后我待会就下了，就为了给大家看一下我染的头发。突然来一下，对，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啦啦啦！就觉得说不好看。据说说不好看，我不想听，不想听。欢迎牛念，在染头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你们会不喜欢的准备。但是真的我特别喜欢，我想了很久了，想了一个月才去染。欢迎子期的，好看好看。毕竟染头发的时间也只有那么久，就是染了之后它只能大概大半个月就掉了，到时候掉了我就会换成黑色，主要是换个头发换个心情啊。不好看不好看，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，我觉得好看。欢迎新疆哥哥。哎，这晚上人真的少哎，听说今天晚上人特别的少。欢迎呆呆大师。
go now. 欢迎许愿韩西西。My boy。五根，好的，五根先生，好的。哈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这个颜色不适合我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其实挺好看的，上镜难免会显得有点色差，有点不好看。欢迎泽林，因为你们第一眼看不习惯，看久了会觉得这颜色很好看的。欢迎新阳光一点。我每次都念错，因为我根本就是不认识你那个字啊。谢谢露露好老公的关注，谢谢你的关注。我们家房管。怎么还有好多歌都没有来？欢迎斐月，谢谢多多荧光棒，说染就染了，说做得到事情就要去做。对，就是因为之前头发太黑了，每次都这么黑，想染一个让大家能白一点的，说不定大家什么幸福券啊、魔法球。就能一发入魂，白一点。这不能怪我直播间黑了，这是斗鱼太黑了。我之前的好看，没有。你们不要像土狗一样喜欢黑头发啊！能不能不要像土狗一样，能不能洋气一点？欢迎火。欢迎爱喝汤的小水手，强行解释，然后解释什么？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啊！可是直播间可白了，你们多来我直播间就能一发入魂了。主要是你们来的太少了，对吧？本来就不怎么来我直播间，然后一上来就说我直播间黑。欢迎程序员不熬夜。当当当！啊，土狗放羊屁。这个颜色有点像金色啊，它是。其实我现实没有这么的橙，这有点偏橙色了。因为我刚染出来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颜色，洗两次就不会了，毕竟它还要褪色还要掉色呀。如果刚染出来你要那种效果的话，可能会掉的会特别特别的浅。欢迎很大的大大。当当当当当，欢迎团团有小情绪了。我待会儿稍微跟大家聊会儿天，我就下播了，就稍微聊一下，我明天再播。欢迎那年盛夏，毕竟这么的夏，吹得我下播干嘛啊？方便站起来看看吗？我刚刚站起来过了，是不是也想看我全身什么样的？真的，这个衣服比较，这个衣服跟我的头发发型啊什么的，可能你们女团风啊，你们为什么会不喜欢呢？对吧？这么好看。欢迎影子降临，看到了吗？
我觉得跳舞应该不错的。这出门，对啊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了这一身，啊，没换，然后没有换就穿这个，回来就着急开播了，就不想换了，觉得这个挺好看的。欢迎西瓜吹神，啦啦，反正你们都不喜欢女主播染头发的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欢迎南方晴天，但是我觉得要人生活着要取悦自己，而不是为了天天取悦别人，啊，对吧？那没有穿短裙好看，哎，我可以去穿个百褶裙啊，就很好看了。欢迎外向之巅，换上百褶裙，然后就好看了。欢迎白河虫。哇，谢谢牛的太骚闪了腰的幸福券，谢谢哥哥的幸福券，谢谢。欢迎风流绝少，这头发颜色去蹦迪，不我不会蹦迪的，我恐怕去蹦迪的话头都甩断了。谢谢晴天哥的大气，谢谢。谢谢稀饭的幸福串，谢谢稀饭，谢谢稀饭哥的幸福串。我去蹦迪，那不得被别的男生就给抱走，太危险了。毕竟人这么好看，身材这么好，很容易被人抱走的。谢谢西班牙哥的幸福圈，谢谢留的太骚闪了腰的幸福圈，200都不出卡，人车吐了。没办法，最近都很黑，最近都是这样子的，幸福券特别的黑，以为出了这个什么，夏之旅行会好抽一点，结果还是不好抽。欢迎工具人，啥都没有，现在是不是没有炸弹了呀？炸弹是不是都那个没了？现在过几星就不用炸弹了是吗？你前几年3次连中飞机，你的飞机呢？给我打个卡吧，36块钱3个飞机。我跟先生，你在我直播间跟我说你中了3个飞机，你不给我送一个吗？啊，小厨娘换成，应该是魔法球没了，然后现在都是小厨聊了，就没有魔法球，魔法球就下架了，送给其他小姐姐。你可以走了，真的，你可以走了，我不想听你说，你可以走了，你出去吧，出去。现在没货了，连我的牌子都没有。欢迎3号泡椒。怎么工具人进来就走啊？进来怎么就走啊？谢五根深深的幸福犬。虽然说丘比特、摩天轮还有那个夏之旅行很好看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亏的话还是不要戳了。其实飞机也不错的，火箭也不错的，超玩也不错的啦。欢迎静静的粗腿。虽然我特别想看一下丘比特长什么样子，听说都挺亏的，要拉满才能出。感谢五根先生的幸福券。常常都会忘记带钱出门，路也不认得，说话很小声，没有一点伪装。25块钱，你出了吗？谢谢五根先生的钻戒。
设计牌子，能不能五级的？能不能五级牌子啊？谢我跟深深的荧光棒。欢迎小 M 麦子，欢迎七夜风铃，欢迎限量哥，限量哥好久没看到你了呀！不要这么贪心，人活着要有梦想，要有目标，要往上面走，要前进，知道吗？你不能原始踏步，知道吗？要往上面走，我们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欢迎毫无人性。欢迎红灯行不行啊？我是不是现在给人感觉特别像渣女？专业去酒吧蹦迪的小渣女。不是都说男生都喜欢黄头发的妹妹吗？欢迎明天的美好。欢迎你可爱的平底锅老公。我觉得是我直播间不太好看，我觉得我直播间太单调了，我想换个那个，我想把我的镜头移到那边去，然后把我的窗帘作为背景。欢迎白熊，不知道会不会好看一点，跳舞也会好看一点。我一直觉得我这个直播间跳舞效果不是特别的好，就是想有那种特别的诱惑力的那种黑暗风的感觉。谢谢稀饭哥的幸福券，感谢稀饭哥。像我这个背景太白了，有点太白。谢稀饭哥幸福券，欢迎逝去的夏天。好黑啊，别抽了吗？飞机它不香吗？我觉得飞机它很香啊。欢迎浅月，欢迎 H 兄。为什么车都不出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没人电了，没有人电。我是谁？我是美女啊，我是你的大美女。欢迎从前少年，我是大大大大大大大美女。欢迎纯可爱的冰可乐。我头发怎么变色了？对啊，其实我是外国人，所以他开始变回原来的样子了。其实我原来就是这样子，我为了大家喜欢染成了黑头发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作为原本的样子比较好。欢迎小静出了信仰。有点女团的感觉。哎，就是啊，我也觉得像女团的感觉。都说我像长沙 Lisa， 就差一个刘海了，像长沙 Lisa。欢迎阿乐。欢迎龙龙，怎么有个黑色的？我的接头，这是我的接口。就是里面接头发嘛，毕竟头发是接上去的，然后它有个接口在那里，然后就有一个黑色的，没有梳好，把它盖起来，盖起来。
欢迎晏叔。龙龙打什么点点呀？龙龙打什么点点啊？欢迎新养的吉他。我欢迎七夜，欢迎福众哥。不行，我要把我的肚子盖着，来着大姨妈肚子好冷，要盖着。眉毛，对，我因为我刚刚染回来，都十二点了，都下班了，我没有买染眉膏，明天去买一个染眉膏吧，把那个眉毛染起来，因为眉毛太黑了，可能大家会觉得效果没有那么好，其实我这个头发出来的时候真的惊艳到自己了，真的好看。欢迎男胖子。我今天一直都觉得我这个眉毛不好看。谢谢福众哥的荧光棒。明天就赶紧去买个染眉膏给它染起来。这个发型惊艳到你了对吧？还是有惊艳到了。嗯，染发了，染发了。眉毛有点浓，对，没有买染发染眉膏，明天去买个染眉膏吧，因为我今天的时候还是黑头发，我染了就赶紧回来开播试一下上镜效果怎么样。欢迎漂泊了，昨天这个叫白金亚麻色吧，它褪了会更好看一点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沉了，但是还是挺好看的，因为我上镜毕竟是开了滤镜的，会显得头发浓一点。你们看上粉红色吗？眼线也要换成棕色的比较好看，好，我明天去给他安排好。反正就染着玩一玩，然后等他退了之后我就去染回黑头发。我一直问理发师有没有一次性的，我只想染一次性的，然后他说没有，你只能漂，我只能伤害我的发质然后去漂，到时候又得染黑。金毛狮王，他们男生都不喜欢这样的发型的，他们男生就喜欢黑长直，就喜欢那种又直又黑的头发，看起来像初恋。感谢龙龙荧光棒，谢龙龙，谢龙荧光棒。男生都是直男，把眉毛也染了呀，因为我是想买染眉膏染的。太合金，太合金，不是太合金啊，这玫瑰金呢，玫瑰金的头发，对，我自己挺喜欢的，我明天去把那个染眉膏给买好就行。欢迎如初，你昨天染了一个蜜糖金，真的假的？你昨天染头发了？我想了一个月，终于给染了，太有矜持。应该是钢筋混土泥直男。
你进错直播间了，没有进错直播间啊。我觉得我下个月回家也要惊艳到我家里人了，肯定会把我奶奶给吓到，毕竟老人家可能会觉得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我的孙女吗？回去肯定他们会惊艳到。我要变成我家里全小区最靓的妞了，走回家。欢迎饺子吃不饱。还是黑色好，对的对的，我也觉得黑头发也好。这个没毛病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就想染着玩一玩。欢迎你的名字，龙猫的最爱。你妈说烧你的吗？还好我家里还好，我家里就是这些头发什么的是你自己的，你想怎么弄都行，比较尊重于我的意见，不会那么那个，没有那么直。不，我要玩一下，染银色头发，我要这个头发留着玩一玩。然后到头发长长一点点的时候，黑头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去染黑色。毕竟也是花了钱的，怎么能随便弄呢？怎么能说染黑就染黑？没有想这样的话，女孩子，不会的，我要到下个月，我要折磨你们，到下个月月底的时候。再染回黑头发，我要让你们看一个月，我要让你们跟着我洋气起来，不要像之前那么思想那么土狗，对吧？把你们啊带的思想更潮流。还是女孩子懂女孩子的心啊，真的，永远都只有女孩子懂女孩子的心。欢迎孤独，光头也能染了，光头的话你可以染啊，可以染皮呀、啊，染头皮呀、啊，头皮最好是带点绿色吧，会更发光发亮，也会更好看。欢迎 H 兄，可以脱。欢迎古堡昆凌龙。欢迎莫愁个肢体。谢谢 H 兄的荧光棒，谢谢，谢谢 H 兄，就差贡献者了，不知道有哪个大哥能帮我把这个爱心过一下。欢迎茶毒，谢谢 H 兄的666。幸福的去哪里了？有的呀。欢迎逍遥散散散，逍遥散散消。幸福券去哪里？幸福券在那个互动里面啊。欢迎妖精哥，应该是在那个互动里面吧。谢妖精哥荧光棒，谢谢。欢迎生小米，明天是染光，你去吧，我支持你，你很潮流。欢迎新建朋友，有没有哥哥帮我过一下我的奥星任务啊，我的奥星任务啊，有没有哥哥帮忙过一下的？
欢迎浮光幻影，谢谢短把留的关注我，谢谢。一点钟了，我要下播了，我只想给大家看看我的颜色，然后我明天早点起来去来直播，我现在就想给你们看看颜色，太晚了，我又要熬夜了。本来是打算今天休息了，嗯嗯嗯，噔噔噔，欢迎叶黄，欢迎哥哥，染个五彩胡子。可是我突然间好想好好奇，好想看，可是你不是我家房管，我看不到。欢迎雅雅的七仔仔。当当当，我这样扎起来也更好看吧，这样扎起来，你看这样扎起来，然后夹个蝴蝶结放后面也特别好看呀，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头发就是跟这个颜色差不多，挺好看的。是不是有点没干了，头发有点没干，没吹干，四个颜色会看不出我有眉毛，不会吧，我觉得眉毛，我眉毛挺好的，我稍微染一点点那种淡淡的就好了，不会染特别浅，染特别浅的话会显得没有眉毛，毕竟我的眉毛长得这么好，我肯定不能把我自己眉毛给遮住了。戴假发吗？对的，这是假发，这一头假发。欢迎宋晨曦。嗯，好，好的。LG， 哼。欢迎我直播不好看。你我都落单，我说你靠右，承认我有点腼腆，却又争强好斗，有遇到债主想要某种联系。我下播了，我睡觉去了，不能再熬了，身体会熬坏的。我现在肚子还挺痛的，我今天真的大姨妈痛了一整天，痛得我可难受了。然后到晚上稍微才能好一点。欢迎小苏菲的丸子头。我明天早点起来给大家直播哈，下了，我下了，下播了。嗯，拜拜拜拜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早点休息吧，拜拜拜拜。